扣感比较强。一个厕所，反正就是很日本正常厕所的浴缸这样 ，OK， 然后就这样，一目了然，就这里是全部的，然后这边有床，然后我通常都一定要有窗，不管窗面对哪里，因为我会觉得可以换气，所以这边看出去就是这里的空间，更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我是住在动物园前站的，走路不到三分钟的距离，所以非常非常近。然后这一整排都是，就是那个 hotel 这样。我现在是3:15，我等下4点跟别人有约，所以我打算稍微收拾一下，然后我就出门。啊，你都是啊，日常经，你都是 OK。啊，原来在这里，啊，了解的。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。じゃあ1853円です。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皮肤变比较好一点，好像比较适应了吧，就是比较 OK。然后，如果他后天不可以去那个。保管行李的话，前面有一个 keep luggage 的地方，我准备去那边保管。哎，我刚回来，我这边现在在开暖气，因为我刚回来的时候觉得、好冷哦，所以我就开了暖气。然后现在边按摩脚，因为我的脚尖整个走太多路了，然后。我朋友今天来找我，所以其实一整天我都在跟他聊天什么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录。我们今天是从，因为我是住动物园前站的左右，就在什么界町线还是什么的，反正我不太知道。然后动物园前站就是通天阁这附近，然后他就带着我开始走回。难坡新斋桥，然后再去中之岛公园，我们去看那个点灯，那个点灯真的很棒，它就是好像每半小时还是每一小时会点一次，然后都很多日本人在看。然后附近的河边我们要去走一走，走完以后我们又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看了黄色小鸭，就是之前在高雄讲过那个黄色小鸭，然后我们就又去逛一逛，然后附近的市集又逛一逛，以后又开始走回到很远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唐山，后来又走到什么天桥神六丁目，就是我不太清楚那个地名叫什么，然后后来又走到天蛮那附近，就是我们从最底下，如果这真的是最底下，我们就从最底下，然后走来
很顶端，再走走走走走走来很右边，然后再回去，所以超远的，超级远，但是就非常非常的好玩，因为他一路上会跟我讲很多，就是也不算是这么历史，就是这边有什么好吃的、啊，然后他通常都会在这边吃什么或玩什么，然后这边的一些景点之类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，很有趣。然后买了个小东西，就因为唐吉诃德在附近嘛，然后我就去买了这个。我看到很多人在吃的，我就觉得我很想吃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这个也是在Donkey Donkey买的，然后这个是我刚才在全家买的。然后就很想喝一个纯牛奶，我就买了一个纯牛奶，对。然后买了一两个礼物，就是开始要买一些欧米亚给之类的，大概就这样。以上です。The next day， 应该是蛮有质地的一个东西吧。哇，累！我昨天那个路真的走太久了，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好累哦。哦，是这种。嗯，哦，焦糖酱哎。嗯。哦，这是一种牛奶糖里面的焦糖酱，蛮好吃的。今天是我在大阪的最后一天，没有，因为明天搭飞机，所以今天是一个完整的整天。然后我大阪没有排什么行程，因为大阪好像很著名的那一些我都去过，所以就没有想再去太远的地方，也没有想，因为好累，所以我等一下应该是去。就我一个行程就是去四天王寺那边看一下传统市集，以后我就要去逛街了。准备出门，然后我今天穿的是就是我们公司那种sample sale 的一个T 型的设计，然后就是拼接的材质，但这口袋是从这边的，就蛮可爱的。然后它前后是这样子，会有一点后摆比较长，后摆比较长这样，有开叉。那我觉得今天这样穿刚刚好，所以就这样穿。OK， 然后我现在就准备出发，出发。外面看起来好像超热。反正我今天真的没有什么事，我真的就是就算买很多，我就先回来再出去就好，所以其实真的非常的 OK。这里就是四天王寺里面的一个市集，然后只有这几天有而已哟。So cool， 有点像福和桥市集这样子。Vigo， 我现在在 Vigo， 就是新斋桥进来这一间，然后它有好几层楼，这家是我上次来的时候我很喜欢逛的一家店。对，所以再来看看有什么货。吃完饭，然后我现在跑来喝咖啡，就是我现在
很需要喝杯咖啡，而且我脸好干哦，就是干到就很不舒服，就可能一定要一直戴着口罩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现在是3:52，对，我可能继续往这条街逛吧，逛回梅田，然后再搭车回去。晚上我应该没有要去哪边了，就是但我觉得这次旅行没有那一种好像充满着无聊的感觉，就是我都觉得蛮有趣的。可能太久没有出来了，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哪里走走都很好，然后不要太有目的性。对，而且我好像现在很了解自己，就是旅行的样子，所以就是行程什么都抓得很刚好。安静，或者我回来，然后洗个澡，然后重新上了一下乳液，因为我真的脸真的太痛了，然后我就赶快上了乳液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我等一下跟我朋友去吃饭，然后里面又多加了一件比较长的卫生衣之类的，然后地上都是我买的东西。然后吃完饭应该就回来，我开始整理，然后想一下明天要怎么去机场。对。那我可能就，我应该就不会带相机出门了，因为有点麻烦。我刚才觉得陈宇身上好重，所以我就带一些轻便的东西去跟他吃饭。大致上这样，然后如果有很好玩的东西，我再记录给大家，用手机。OK， 就这样子，拜拜。这个是烧酒，天妇罗，然后这个是蟹膏，生鱼片。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我喝烧酒，绿，crazy， 有 many homeless， 哦，有鲤鱼，you have to waiting。金龙拉面，金龙拉面。What table before? Really? Now it's more famous ramen. 咚吃玻璃，咚。东道里，罗东堡里，东头堡里，东头堡里，东东东东堡里，罗东堡里，东，咁样都系要东东东起，呀呀呀呀，大丈夫，你收几多？我应该要几？我应该。吸收。まだ？素晴らしい。うまい。嗨，我现在的话是9:30左右，然后我准备要退房了，因为这间退房的时间是10:00，所以 OK， 然后我就是收好我的行李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20公斤哎，就是我现在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不要加买行李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举得动，我单只手举得动，应该就没有20公斤吧。我其实不太知道，反正这边就放我衣服杂物，然后我真的也没买什么，但是就是冬天衣服很蓬，然后这边都是饼干之类的，我就放了一些衣物，稍微把它综合一下，然后最后晚一点我会带这个包回去，但是我想说我先拿逛小包，然后这个包我等一下会把它放在最上面，到时候我拿行李的时候直接抽出来就好。大概是这样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outfit， 就是最后一件 outfit，
就是凡重复穿搭，就是 Hollister 的毛衣，然后这个是 GU 之前买裤子，哎呀，这是我的那个一个内衣，好尴尬，对，然后等一下会戴手套跟外套，就这样子。今天戴一个可爱的黄色口罩，就是室友给我的，很可爱。OK， 像我昨天，我想要先最要紧的事情，把这瓶水喝完。天神桥金商店街，然后慢慢走回去，然后旁边就会走过什么散艇啊之类的。就是我第一天跟小哥，我们两个就一直走一直走的主要通道，但他带我走的是那种旁边的小路这种。然后这条商店街很长，但其实我觉得比较在地啦，就是真的很在地那种，你感觉你也买不走，然后你也不需要的买的那一种。大阪天满宫，然后我已经看完了，所以我要走了。对，就是感觉大家都很认真在祈祷，所以想说就先离开。可能1月1号吧，就是他们过年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大概最近就是比较，就像我们过年一样会开始准备拜拜啊，准备什么这种心情，对的感觉，我自己感觉上是这样。OK， 今天应该是我的在日本现在目前的最后一餐了。嗨，就是那个串烧的小哥，超可爱的，他就借我手机用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在拿零钱嘛，因为我说我很多零钱，然后我就拿一个硬币，我就可能我就说吼，再拿一个硬币我说吼，然后他第二次以后他就我说吼，他就说吼，我说吼吼，然后我说吼吼吼，他就吼吼吼。然后最后我拿太多钱，他说 too much， 他蛮可爱的。好了，我现在去拿我的行李。就我一直很想喝这家咖啡店，这家香豆里咖啡馆，它离我住的地方真超近的。但是呢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，我看一下，因为今天的班次有一点点危险。3:18，算我不要堵好了，因为安全起见是2小时半嘛，但是我觉得2小时应该就 OK， 所以如果6:30的飞机，我可能4:30真的要报到，现在3:10了，我觉得我还是去搭车比较好。OK， 然后这是他们那个就是点餐叫滴滴服，他们的外送员啊，我觉得蛮多。比例骑脚踏车的，我觉得蛮酷的。摩托车也有，但是脚踏车蛮多的。好冷啊！好了，我准备回家。我完全没有觉得可惜，我觉得该回家，我真的该回家了。我好累哦，还要搭飞机，而且这个是我第一次从一个新的地方要去关西机场，我觉得有点恐怖。But it's okay. すみません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ありがとう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お
OK， 反正就是有一个放寄放行李的地方，然后它这样一整天下来是180块，但是就是你要看它只有开到9:30，有些地方是有些地方是 locker， 然后有些地方是就是这种有人保管，就看你们需求。OK， 那走过去了，先说再见。进来机场了。那我刚才投了一些贩卖机什么，那我觉得我回去应该会蛮饿的。我的票是 gas 15，然后应该是5:50吧。现在几点？5:48，还好，慢慢走。Okay. 我觉得韩国人蛮多的，韩国差的蛮大。